后退。警方到场，掏出手枪对准嫌犯，大声喝令。没想到嫌犯却拿着刀步步逼近。放下，罗头领，把刀子放下。开来，开来！警方朝嫌犯脚边开了一枪，子弹弹跳却打中嫌犯右腿。警方赶紧上前压制，将嫌犯上铐送医。原来他居然狠心砍杀自己的伯母。棍子啊，规个足大坑，因为血个流到无血啊。邻居绘声绘影说，死者被砍到血都快要流光。命案发生在台南上化八号上午8点多，嫌犯到伯母家，不知为何居然持刀挥砍，伯母身中数刀，倒卧血泊中，当场失去生命迹象。而嫌犯则持刀逃离现场，从容冷静走了1公里回家，全被路口监视器拍下。真的拢足头痛，嘛无人敢讲话。好食头路也是。无啦，就改讲拄少年讲，去讲做做无，即个无话去去电电掉。这头壳都无解，啊，都人无你做拢十八七头尔。邻居说，嫌犯经常情绪不稳，更是被列管的患者，没工作，靠家人生活，连伯母都经常给他钱，他居然狠心下手。啊，拢因老爸啊，因老母，你摕摕一工偌济钱哦，你好开啦。嫌犯因脚步遭跳弹击伤。放下刀并救治救护，目前无生命危险。本案呢调查厘清。嫌犯中弹后送医治疗，没有生命危险。究竟为何狠心杀害伯母？犯案动机还有待调查。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、代谢不平衡、皮肤状况变差。旺旺推出的梦梦水就是要解决大家烦恼的好帮手，白桃风味酸甜好喝，也欢迎大家扫左下方 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。